这么晚就不要工作了，行吗？吃不吃？我真不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喜欢吃这种垃圾食品。不可以以貌取人，知不知道？它呢，看起来就很美味，吃起来呢更美味。谢谢你，忙活多了。为什么帮我？帮就帮了呗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应该是因为你喜欢我吧。你要这么想，也可以，我没有关系。跟你说，喜欢是两个人的事，你如果单方面的话，是不可能的。哼。那你真是想多了，我对你这种人没有兴趣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在说我。借酒消愁也是没有用的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，去找一个合适你的人，过得开心一点。不吃。你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吃个炸鸡啊？吵吵吵吵死了。我说了我不吃，你吃一个，不要，吃一个嘛，吃。穿越浩瀚的外太空，思念如期而至，含情脉脉，在你额头种上一颗叫永恒的花朵。小姐，这是公司里。收个杯子。哎，放了。会议记录。谢谢。嗯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有。数据统计，这个也是你让我做的。现在没有任何其他事情了，信。做得好。韩助理，嗯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男性朋友。方总，您这种脾气还能有朋友？不会是无中生有吧？请问您的这位男朋友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吗？我这个男性朋友，他被一个女生给亲了。天哪，方总让人给亲了。他希望那个女生能给他一个交代，但那个女生又什么都没有跟他解释，最后整个态度又突然变冷淡，搞不懂。哦，方总居然被柴小姐给了。昨天的炸鸡，我发现有一家炸鸡店很好吃，晚上带你去吃，也算是补偿你。炸鸡。又是炸鸡，吃腻了我。你昨天不是说你很喜欢吃炸鸡吗？怎么突然间又吃腻了？我喜欢吃的东西很多的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茸、烧鸭、烧鹅、烧鸡、卤鸭、卤鹅、卤鸡、烤鸭、烤鹅、烤鸡。怎么了？一只炸鸡腿满足不了你了吗？它再能满足我，它也只是只鸡腿。柴小姐，能不能负点责任？
我跟你说，做人要有始有终。你如果一开始就不喜欢鸡腿的话，你就不要去招惹他，或者中途对鸡腿提出要求，但你不能一句话不说就突然对鸡腿冷淡。那个鸡腿很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了，我是说鸡腿。莫名其妙，那以后不吃鸡腿了，改吃鸭腿。干什么？张小七，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？欲擒故纵，怎么还把他给逼急了？莫名其妙，耍什么花样？我能耍什么花样？我一堆工作没做，被你拽进来聊了半天，什么鸡腿，什么奇怪的，真的是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什么？知道自己错了吗？为什么停滞啊？韩助理说您晚上在这儿订了位子。不用了，开回去吧。啊，好的。等等，你慢点吃。谢谢你啊，你是，拜，今天很开心，谢谢，走了，拜拜。柴小七，怎么了，老板？啊，你什么事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炸鸡吗？我风象星座的，我思维很跳跃。你好可爱啊。我上午不喜欢吃，我下午就喜欢吃了，我有什么问题吗？干嘛？干嘛？哎，喂。你们好。你们喜欢吃炸鸡吗？送你们。哎，别人送我的东西你就随便给别人是吗？别人干嘛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还是柴小七，你听好了。怎么了？从今以后你只能吃我买给你的炸鸡，别人的炸鸡不许吃。你放我下！给我上车。